好啦，继续影埋呢个何文田啊，快啲影晒何文田就收工啦。咁啊，对面间其实系佐敦嚟嘅。咁我呢边马路咧就系京士柏。咁啊，呢度就有个叫西洋球会。咁啊，继续行啦。今日同大家行嘅咧就系呢条卫理道啊。呢条卫理道咧，其实就系、是、你可以话系由呢一个京士柏佐敦呢边啦，就一路行咧，行到尾就会去咗何文田嘅。咁啊，我哋今日嘅目的地就何文田。咁就睇下沿途有啲乜嘢啦，又望一望卫理道个牌先。咁啊，我选择咗行呢一边啊，因为呢边咧有少少有少少嘢可以遮阴啊。今日好热啊，31度啫，只系，但系唔知点解个体感系好热啊，我觉得。好啦，望一望有啲乜嘢啦。咁啊，依度有个 Kings Park 嘅 Hockey Ground， 咁啊，中文叫做京士柏曲棍球场啊。曲棍球场咁即系。即是在草地上面的曲棍球啦，因为曲棍球呢其实就分很多种的，有分在这个什么冰上啦、草地上啦，还有不知道有没有水上的，不知道。那一般来讲呢，这条路都不 expect 会有太多行人的。咦，咁啊，路过有个小巴站，望一望先。由佐敦去呢个军咩峰啊？军雁峰啊？唔识读添，唔好意思啊，唔识啊。有冇英文呢？英文都冇译音啊，所以唔知系军咩峰添。唔好意思啊，唔識啊。好啦，80m。依度上面有條卫理径喎，咁似係唔好長嘅啫個樣。上面就有個京士柏嘅運動場，咁有機會嘅時候就先過嚟行埋京士柏啦。咁我今日就想 cover 埋何文田未行嘅嗰两三条街道先。咁呢度叫西洋波会，唔知 Club de Rio， 唔识读啊，因为应该唔系英文嚟嘅。Rio， 识啊。啊！呢栋楼有啲特色喎，虽然唔系叫靓，但系喺其他地方好似冇见过咁样样嘅 building。好啦，继续行啦。咁有好多人都會覺得京士柏係何文田嘅一部分啦。咁實際上就睇翻 Google 就好似係兩個唔一樣嘅區域嚟嘅。呢一度係循道衞理，循道學校啊叫做，好似好大間咁喎呢間學校。不知道有没有网友咁啱以前系住，以前系读依家学校嘅呢？如果有嘅话，就有机会勾起佢一啲回忆啦。
望一望先。哇，架车写得咁贴啊！巡道学校呢条系卫理道，好啦，其实行得嘅，咁啊难行啲啫，只系咁啊冇嘢嘅，咁啊至多车死嘅啫，咁冇事嘅。咁啊呢度其实咧，上面系伊丽莎白医院嚟噶，咁啊唔会特别入去噶啦。咁系咁以就望一望个样啦，咁样望一望个样啦，就伊丽莎白医院嚟嘅。咁伊丽莎白医院简称就系医院啦，系一间医院嚟嘅。个牌先，咁啊个地图，好啦，唔好阻人做嘢啦。呢个巡道学校有个正门嘅呢度，好彩呢边有啲树荫啫。誒呢度有個伊麗莎白醫院嘅一個入口喎，咁啊就咁輕輕擱高頭望一望上面嘅樓啊。罗伯呢边咧，一睇就知道唔系普通嘅住宅啦。咁啊，呢度就有两架巴士，203C 同103去边嘅咧？咁啊，103就一定过海噶啦。咁203啊去边嘅咧？咁就喺前面望一望先。好啦，咁啊103咧就去竹园村嘅，咁另外嗰边咧就去蒲飞路，咁即系基尼地城嗰边啦，薄扶林道。OK， 另外203C 去深水埗嘅，咁啊有个 C 字尾嗰啲通常都系深水埗嘅，我发现。咁另一边咧就去尖东嘅。OK， 咁好啦，继续行啦。咁啊，前面就有一架无线新闻嘅车喎，好完整嘅，好新净添，仲要。咁啊，过得马路嘅。呢度就伊丽莎白医院嘅一个另一个入口啦。咁伊丽莎白医院都系一个好大间嘅医院啦，简称医院。哇，上面嗰几栋楼又几靓喎。咁唔知住呢一度系属于乜嘢校网呢？唔知系咪嗰啲咩41嗰啲咧？
哇，呢度幾靚喎！呢度叫帝庭園啊 ，King's Park Villa。咁啊，有幾個噴水池咁樣啦。咁啊，睇埋嗰邊，咁啊，有個類似瀑布咁樣嘅物體。睇住啲水流流下，咁樣都幾治愈。又翻咗，又見到呢個軍咩風啦？係讀咩咧？遠唔通係？我有見過呢個字嘅，因為但我真係諗嚟諗去都諗唔到係咩點讀啊？係咪怡和遠嗰三隻字其中一個字嚟噶？又好似唔係喎。哎呀，唔識啊！真係軍咩風咧？不過呢個幾靚啊，真係。咁住得喺度啫，就應該都好有錢噶啦。對於大雄嚟講，好啦，繼續行啦。咁呢度咧就叫做京士柏道啊。咁就要上山噶。咁如果有一日有機會咧，要去影埋成個京士柏嘅話咧，都難免要上一上去噶啦。哇！今日咁熱嘅，真係好啦，咁就嚟到一个十字路口。如果我冇估错呢，睇下先，唔系喎，喂，你到系嗰边喎，出边系公主道嚟喎。是咯，所以如果继续行卫理道，应该行呢边先啱喎。好啦，咁啊，如果系咁，我就翻去啦。咁啊，我谂呢段片咧就应该嚟到呢一度左右啦。咁啊，叫做进入咗何文田区域。我就分開另外一條片嚟到出啦。對面係愛民村啊，如果冇記錯。好啦，咁呢段片嚟到呢度先，咁下段片繼續行埋下面嗰節何文田路段嘅卫理道，拜拜。